各位晚安，欢迎收看今宵花月夜。有很多的夫妻呢，在蜜月期过了以后，这个太太就把先生当作长期饭票来看待，太太呢也被先生当作了好像在厨房里的一位管家婆一样。那么这样子的话，过生活就十分的辛苦，而且相当的枯燥。其实呢，处处时时人人呢都要抱着一颗罗曼蒂克有情调的这种心理来过日子的话，我想就不会枯燥跟无味了。那么也有人说老夫老妻呢不实心这一套，那就大错特错了。其实呢，情调的培养也是相当容易的，使生活呢过得俏皮活泼一点是相当轻而易举的，只要你有一颗心。倒是真正应该注意的是婚前的时候，我们婚前呢应该是灯火通明，仔细的挑选看个清楚，以免误上了贼船呢，将来的话进退两难倒是相当困难。倒是婚后呢，应该抱着一种好像月朦胧鸟朦胧这种心理，做事情呢对对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来看待。这样子的看法的话，我相信作为过日子来说，一定会像明星花露水一样，让您觉得越沉越香。马上就展开今天的节目，为您邀请到两位唱将，这两位呢现场能力相当的强，为您邀请到的是徐景淳以及李杜，为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月夜飙歌，一起来欣赏。
是我，前进欢迎笑的是我，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都是我。只有那感动的是我，只有那感动的是你，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心里一幕一幕甜，每个人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幕甜，每个人心里一幕一幕甜，心里一个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母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开尽梨花春又来。种梨种春风，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开尽梨花开尽梨花春又来。那是我心心里一个无心的梦、
袂讲做失眠梦，是想着你形影，不知阮阿情啊，难离的苦恋。爱的目睭，予阮再想起永远不悔的恋梦。无聊的长年，忧愁一夜过一夜。也是为着你，快乐的彼时，过了今日寸悲哀。在我只有来抱着彼日初恋的美梦，来过我一生啊，可怜青春。近代的一位重要哲学家尼采在他的著作《妹妹与我》这本书中写着，自从我懂得欲望，开始有欲望以来，心中的欲望之火就没有熄灭过。和这种欲念的比较起来，哲学这门学问也不能给予适当的解释，而要甘拜下风。今天的节目在这告一段落，我们下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谢谢各位的欣赏。